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，记者郭远丹。针对美方在南海挑衅行为，外界认为南海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。在30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，表明中国在南海立场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美国近一段时期在南海岛礁问题上频频挑事，比如在8月初CNN 记者乘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飞越了南海争议海域，在飞行过程中，美军机组共收到中国军队6次警告，美军被告知已经进入中国空域，要求他们立即离开。吴谦表示，南海岛礁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南海的航行自由没有问题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近期取得重大进展，这也是一个事实。一段时间以来，美方炒作南海问题，试图把妨碍航行自由的帽子扣到中方头上，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为不了真理。中方开展岛礁建设，为民事需求服务完全正当合理，中方在岛礁上部署防卫设施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，完全正当合理。美军到南海岛礁附近挑衅，中方依法依规喊话警告，同样完全正当合理。